一个胡子，我在家里差点被拐卖了。志晨，走，带你去拜年。妈妈，我不想去，我想在家里看动画片。那你自己在家小心点，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哦。妈妈，你快走吧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我什么套路没见过，我不会被骗的。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谁呀？你好，你邻居有一个到付快递，他不在家，你可以帮他签收一下吗？你放在门口吧，我腿受伤了，开不了门。这么冷就牙的借口，还想骗我开门？志晨，你自己在家要小心点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妈妈，有人敲门，吓不疯了？你好，我是你们家楼下的，今年单位福利多送了几套福字，我想着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就想着拿来送给你们一份。刚才一个冒充快递员的刚走，又来了一个楼下邻居，这也太巧了吧。谢谢你阿姨，我妈妈已经买过了，你送给我们家对门吧。哦，小朋友，上午我已经给对面送过了，现在又多了一份，正好就送给你们家。这个阿姨果然有问题，我们家对面一直没有人住。阿姨，你跟刚才那个快递员是一伙的吧？我们家对面一直都没有人住，你是怎么说的？臭小子，你敢套路我，再不开门我撬门啊！动手。爸爸，你快出来，家里进坏人了。哼，我早就踩好点了，今天就你一个人在家，